14个，好，全部准备好，好了全部吗？准备好了吗？那你们可那你们以可以活用那活用那个个上面上面那边有一那边有一个个 chat，chat，你们可以在你那们可边以做在那什边么多写东西。？OK。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就是上面到完哈。OK，下个星期我们要进到第四课，因为你们的考试是第一课到第五课。OK，好，是我现在要进到水塘练习七，就是六面。OK。那么一样，我们今天仍然学的是有理思。OK，那么有理思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今天的课了，就是3.4有理方程式，还有3.5部分分式。OK，那么首先我们先看有理方程式。那么有理方程式，我们先用第一题来看，第一题呢就是9 over x 减5等于7 over x。OK，那么它有 steps 的，它有步骤。OK，我们先看我们的第一个步骤。步骤一哈，我们要找出所有分母，OK 的 LCM，然后要同分起来。这个就要用回你们3.2学的东西。就上个礼拜，OK，那么这一个的分母是 x 减五和 x，OK，那么它们之间的没有 LCM，所以我们只能互乘，OK，我们只能互乘，互乘的话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就你看左边的是乘 x，OK，右边的是乘 x 减五，OK，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的第二个步骤呢？OK，我们记得啊，你乘了不是？然后你要做成这样子。OK，那个七又乘 x 乘负五，所以是七乘负五是负35。OK，然后那个九是乘 x，所以是正 x。然后我们进步骤二。OK，所有分母哦，通分了之后。你一定要抵消掉，然后我们只能剩下分子。OK，所以我们来看那个分母抵消了哦，我们剩下9x 等于7x 减35。OK，然后过后步骤三，OK，我们要把方程式解掉。OK，然后过后我们找出 x。好，我们找出 x 啊，我们会得到 x 等于负35 over 2。OK，我们把这个负35 over 2不是，我们要做步骤四。那么我们的步骤四会是我们要把 x 代入原方程式，原本的方程式哦的分母。OK。如果你代入进去的话，不是，最后答案是零的话，不是，x 一定要舍弃，sorry。OK，如果代入过后答案不是零，那么 x 就是答案。OK，我们来看啊，我们代入进去，所以你看，我先把负35 over 2代入 x 减五，
OK， 然后我会拿到负30/2.5。OK， 然后最后我放进去，我会拿到-45/2，所以答案不等于零。OK， 所以经检验 ，x 等于-35/2为原方程式的解。这个检验哈、你不必要写出来。OK， 没有需要，也没有分数。OK， 你可以直接这样打。可是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检验，你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你直接把每一个答案当成原方程式的解，这样你肯就会错了。OK， 好。OK， 好，下一个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二题。OK， 你们可以试看先做一次，跟着刚刚那十个 step。OK， 好，大概有做到了吗 ？OK， 好，那么我们先看啊，我们找分母的 LCM， 所以这个两个分母还是一样没有 LCM， 所以我们只能互乘，所以我会拿到这样子的东西。OK， 后来呢，我把它们乘在一起。我会拿到12x 平方减 -12x 加5，另外一边是 12x 平方减 -13x 减14。OK， 我们来看步骤二，所有分母通分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抵消剩下分子。OK， 抵消了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么 12x 平方跟另外一边的 12x 平方减掉它，没有了哈。然后负 -32x 是要加 -13x， 负14减掉5， OK， 我们就会解掉方程式，拿到负 -19x 等于负 -19， 所以我们的 x 等于1，所以我们就找到 x 了，不是？我们第四个步骤呢，我们要把它带入原方程式的分母， OK， 带入进去。先放去 3x 加 2， 3乘1加2拿到 5， OK， 不等于0， 2乘1减5拿到负 3， 也不等于0，所以经检验 x 等于1为原方程式的解。 OK， 继续啊。 OK， 这是第三题了，一样找出它的 LCM， OK， 然后我们要通分起来。所以你看后面这一边哦，是 x 平方减 4， OK， 它是88减妈妈，我们88是 x 平方，妈妈是2平方，所以是8加妈，8减妈，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x 加 2， x 加2。x 加 2x 减 2， OK， 那么我如果把全部换成这样子，这边其实就是欠了 x 平方减 4， 然后这个 x 减 2， 我们欠 3x 加 2， 然后这个 x 平方减 4， 我们就欠了 3， OK， 这样子我们的分母就会变一样了，就变成这样子。那么上面你就跟着乘 ，OK，
OK， 看了一乘 x 平方减四，然后一乘三 x 加二，三 x 三乘二六，二 x 乘三等于六 x， 然后我们要抵消掉分母，剩下分子，所以我剩下的是 x 平方减四加三 x 加六等于六 x。OK， 然后我现在要解方程式，找出 x， 我会拿到 x 平方减 3x 加2等于0。 OK， 很熟悉，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回我们第一课学的东西，就是因式分解。所以我拿到的是 x 减 2x 减 1。 OK， 然后现在x 减2减1出来的答案会是 x 等于2或者是 x 等于1。 OK， 那么我们的第四个步骤，我们要将 x 代入那个原方程式的分母。 OK， 我们先把2代入进去，你会看到啊，如果 x 减二，二减二会等于零。如果你放去 x 平方减四，二平方减四还是零哦。然后我们再来放 x 等于一进去，一减二会等于负一。再把一平方减四，你会拿到负三。OK， 所以你会发现到 x 减二会让分母变零。x 等于2会让分母等于0，但是 x 等于1不会让分母变0，所以我们 x 等于2不合理提议。 OK， 所以我们经检验 x 等于2是增根，所以我们一定要舍弃，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是 x 等于1为原方程式的解。 OK， 能理解吗？OK 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答案的步骤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OK， 如果你们能够背熟这四个步骤 OK， 这四个步骤的话，那么你们基本上可以做好 3.4。 OK， 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多两题。 OK， 两题的部分方式。 OK， 那么我们进入两题了之后，我们就休息，然后我们9:42，我们再继续。OK， 那么3.5呢，讲的是部分分式。OK， 我们先学第一个方式，就是数字代入法。OK， 所以随堂练习八哈，随堂练习八是第100面。OK， 所以我们已知多项是 2x 加7与 a x 减1加 b 2x 加1恒等。 OK， 我们要求 a 及 b 的值。 OK， 求 a 及 b 的值。 OK， 然后呢，所以我们先让他们两个等于在一起，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啊。OK， 所以我们的步骤一呢，在数字代入法啦，你用这个步骤，我们要让其中一个未知数变成零，我们要使用未知数后面的数字。那么你看啊，首先我先用 x 等于一。如果我用 x 等于1的话， OK， 我用 x 等于1，
你会发现啊，你看我把全部 x 变成1的时候，然后2乘1加7等于 a 1减1，那么这个1减1会变什么？它就会变0了咯，那个0乘 a 它就是0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完全看不到 a 了。OK， 因为后面这个0乘 a 才是0，然后这个 b 呢2乘1加1 OK， 然后我们会拿到这边是9，然后这个 b 是2加1就等于 3b， 所以这个3碗干面等于9块，所以一碗干面会等于3块钱。 OK， 那么我们将我们做步骤2，我们用同一个步骤让下一个未知数变成0。刚刚我们找到 B 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找 A， 所以我们要让 B 后面那个括弧变成0，所以你直接 2x 加 1， OK， 2x 加1等于0，所以你的 2x 等于负1，所以我的 x 等于负二分一。OK， 所以我就要把负二分一代入进去。所以我用负二分一代入，我把全部的 x 变成负二分一。OK， 然后你会看到这一边最后这一边的 b， 它乘负二分一的时候加一，看二跟二越减了，是不是等于负一？负一加一会等于零，所以零乘 b 就是没有 b 啊。然后这个也是二跟二约减，所以是负一加七，所以会拿到六。然后这个负二分一减一会拿到负二分三 a。OK， 那个 a 你把那个负二分三丢去后面，就是等于六除以负二分三，我拿到的是 a 会等于四 ，a 等于负四。OK， 你可以按计算机，你可以找到答案。所以你发现要 a 等于负四 ，b 等于三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回去这边，并且这个是我们的步骤三。OK， 这是我们的步骤三，你要放回来这里，所以答案就是 2x 加7等于负4括弧 x 减1加3 2x 加1。 OK，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你看啊，如果我把这个右边的不是乘进去加起来，我会拿到 2x 加7的。你看啊，我再开始做啊，负4 x减一加三二 x 加一乘进去，我然后负四 x。OK， 加四再加六 x。加六，加三。OK， 你看啊，负四 x 加六，欠人家四块还六块，会等于二 x。然后四加三等于七。所以其实应验了，其实这个方式可以拿回我们原本的答案。OK， 那我要 move on to 第一堂课的最后一题。OK， 现在要进入这一题。如果 x 平方加 x 加2等于 a x 减 x 减3。
B x 乘上 x 减一 ，C x 减一 x 减二，求 A B C 的值。OK， 所以你放出来。现在我们要让 ，OK， 我们要找 A 的话，不是？我们要看要怎样让 B 跟 C 变成零。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是 x 减一跟 x 减一。所以我们只需要让我们的 x 等于一，因为一减一就会等于零。OK， 如果等于零，零乘这个乘 b 还是会零，零乘 x 减二乘 c 也是零。OK， 所以我们最后拿到的是 ，OK， 我们用 x 等于一代入。OK， 我们把全部变成。x 等于一，可以放进去。最后，你看这个一平方加一加二等于四。这个 a 一减二是负一，一减三是负二，负一乘负二等于正二，所以两粒糖果等于四块，所以一粒等于两块。OK， 后来呢？现在我们找到 A 了，我们要找 B。那么 B 要找 B 的话，我们一定要抵消掉 A 跟 C。A 跟 C 什么共同点？就是 x 减二和 x 减二。所以我把我的 x 等于二，答案就会等于零哦。OK， 所以用 x 等于二代入。OK， 我会拿到这样的号码。二平方加二加二会等于八，二减三等于负一，二减一等于一，负一乘一等于负一，负一乘 b 就是负 b， 八乘八等于负 b， 所以我们的 b 会等于负八。OK， 那么再来，我们找到 a 找到 b， 现在我们要找 c。OK，C 的话要抵消掉 A 跟 B， 共同点是 x 减三 ，x 减三，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 x 变成三。OK， 所以用 x 等于三代入。OK， 所以我会有三平方加三加二，所以是九加三加二会等于四。OK。然后我的三减一会等于二，三减二会等于一，所以会等于二 c， 所以四会等于二 c。OK， 十四除二 ，c 会等于七，所以我们现在 a 会等于二 ，b 等于负八 ，c 等于七。OK， 我们把它放回去原方程式，我会拿到 x 平方加 x 加二。等于二 x 减二 x 减三，负八 x 减三 x 减一，加七 x 减一 x 减二。OK， 如果这边是负八，你放进来原本是加 b 不是，会等于负八。OK， 因为那个负正得负。OK， 这个就是。数字代入法，那么下一堂课我们会学系数比较法。OK， 我们先在这里结束第一堂课，等一下你们要进第二堂课的房间 ，meeting ID 已经在 Facebook 那边了。OK， 好。